然后只要是我设计的都送你。小薛啊，我被录取了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这也太好了吧。行了，下来。今天多少得去吃点好的。我请你。当然你请我了，走。去这儿吧。嗯，这儿就是吉家的线下卖场，逛逛。走。欢迎光临吉家。这地方还挺大呀。这里家具、家居、厨房用品，家里需要的都有。同时，他还做线上平台的销售，这个就是吉家设计最厉害的地方。他们不仅做设计，而且实现了从设计到工厂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。最开始，他们只是一家小的设计公司，但是只用了8年就做到了今天，了不起吧？了不起。那你以后就是这家了不起公司的了不起设计师。现在只是这家了不起公司的设计师助理，试用期。你试用期多久？6个月。6个月，那你6个月之后就是这家了不起公司的了不起设计。行，咱们既然来都来了，就给家里卖点东西，实际检验一下他们家的品质到底怎么样。走。哎，这床可真舒服。哎，好想睡一觉啊。要不咱们把它买了吧。也行啊。起来吧，起来。啊，赔不起。多少钱啊？走，试试这个。驾。你那是什么？河马。是河马。我这是什么？狗吧。配着。走吧。你看这儿，酷吗？挺酷的。这个看起来凶凶的人就是我的领导，我被分到了他们组，入职之后就做他的助理。那以后你的海报也会挂在这卖场里吗？当然啊，每张海报下面就会有我设计的家具，然后每张家具的上面都会写着名字的缩写。哇，这也太酷了吧。这个就是设计师的荣耀。这是我看你嘚瑟。到时候啊，就从这儿到这儿全都挂满了你的海报，然后下面都摆上你设计的家具，写着林拓首席设计师全场。然后只要是我设计的都送你。你那么严肃干嘛呀？你笑一笑。要笑吗？说要正规一点。微笑。一二三，好啦。哎。笑什么呢？你看这三十。行的。嬉皮笑脸。不许捏。正是你，哎，这看着嬉皮笑脸。又嬉皮笑脸，多可爱呀！再笑大一点。二